你在吃什么？这个是蚂蚁。七国。七国。奇异国。那你怎么讲七国？那是七国。它是7-Eleven 国，是小七国。奇异果吃起来是什么味道？是有甜甜吗？没有有酸酸吗？那是什么样的感觉？你专心吃。哦，要专心吃，你要专心吃七果。一下子就给人家吃光光了，吃得太大口了吧？我心意在吃七果，哇，吃太快了啦，一下子就吃完了，那妈妈还要吃吗？跟龟嘴的假尿尿一样。要吃七果。我给学。等于，吃七果以后会这样跳啊？七果。是那个是奇怪果吧？奇怪果。你那个是奇怪果。外国。是外国人。是光头。是什么？是爸爸人。是爸爸人。是美国人。黄玉仙啊，还是董玉仙？没有董玉仙。不然叫什么名字？爸爸妈妈笨笨。叫林晨耀。林晨耀。还是林廷耀？林晨